下来了都。走啊。真去摘樱桃去？对呀，我正好团了两张票。团的。啊。现在樱桃不是没下来吗？没下来，能下来了，就咱去看，58一位。58一个人，就是到那地方随便吃呗。随便吃，再多的话35、40的不一样，看大小。到时候咱去看看吧，这样不待没事，这天这么好。行，我骑摩托车带着你，还是怎么弄？我开车带你。快到果园了，跟着前面那个大姨领着我们上她果园去采摘去。这吃什么的还限时间吗？随便，愿吃多少吃多少。吃上明天早晨。啊，不行。这里呢，这后面都补过，这里呢好吃哈。怎么这样的？行。喜欢往动子啊，动。啊，好好好好，行，好嘞，大姨。我给你表演个绝活哈。什么绝活？来，我看，你一口气全我吃给你吃了。行。你吃，我看看。吃不了，这太大了，这樱桃，这你看太大了。一口气全吃了。哎呀我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它还有点不太熟。对，还得再过个几天。你家种了几亩大叔？二亩多。这有多少棵树？100来棵。100来棵。这树是不是都有好多年了？10多年都有了吧？大棚的还有的没完。啊。大棚的樱桃，你去和这个咋去个？这个咋去？这都叫做是凉地儿的。凉地儿的，对对。你去这个口感，和你去大棚的，它那个大棚里边没有味儿，对，没有樱桃味儿。都和没啥那好吃。都和你去那个草莓一样。啊。那个大棚口的和那个现在这个凉地儿的啊，它不一样，味儿它又是的。樱桃还是说自然成熟它比较好，你那个大棚扣出来的它没有味儿。对，味儿就是两样。这屁股后头你们看都圆了吗？就证明这个樱桃就好了。这个后边一圆，它证明就熟了。这就是说可以采摘了，摘了。就是说反正哈，目前你都择教样的，教样的哈。不要熟的太大了。熟的太大了。不好运输是吧？他但他拿个钱，有的给面钱，那咋说呢？往青岛啊，咱打个比方，济南呢这些地方给面，当天就到了。到了。那江苏啊，这个四川那边又是还有新疆，你发的嘛？我们这发快递是一样。发快递你都不能发这个，给那些不好的。他不懂。这个东西必须。的生一点，不能说说这个熟大了，熟大了，它到那都烂了，发不到芽。你那个有的是俺给他装箱，俺给他弄，你把地址一发，到这发给俺姑娘这边都知道，都往哪发往哪发的哈，运费是自个儿付，我们都净发顺丰，因为什么时候发顺丰啊？顺丰是空运，对，空运快，对，运费贵。运费贵啊！运费他妈咋说那包的话，买个樱桃起他妈运费比樱桃都贵。对，运费贵。我前两天问的，然后发到广州那边50多块钱，光运费。那边不行，太贵了。对。哎，你看人家采着樱桃，还带着小妹妹，咱俩两个大男人过来摘。大男人怎么了？不是好兄弟陪你出来散散心吗？这不行吧，你看贝贝的事过去就过去吧，两个人做个朋友挺好的，你还别天天的纠结这个事儿的。我没纠结啊，顺其自然呗。对呀、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对，我知道道理我都懂，过去就过去了，还别纠结了，再纠结一年了，耽误一年的时间又老一岁，没意思。说实话，你现在对他还有什么希望吗？抱什么希望吗？不抱什么希望了。对呀、有多大的抱多大的希望，就有多大的失望。所以说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现在我还不想那么多了。谁对我好，我就对谁好；谁对我不好，我还就不搭理他了。对呀，生活不就这样吗？这样不出来挺好吗？出来散散心，比在家待着强多了。
对。没事该出来出来，该送外卖送外卖，钱也得挣啊，还不挣钱吗？今天。嗯，我跑了呢，现在，跑着外卖呢。对呀、啊，多出来散散心都好。今天就放开肚子吃吧，把樱桃钱还能吃回来吗？多吃点。哪能吃回来？吃不回来，我顶多吃一斤，一斤吃35，还赔20多呢。哎，就是过来玩，也没有必要把肚子撑坏，然后就为了多吃几个樱桃是吧？吃开心就挺好呗。走过风